那个时候他们在网络上非常非常红，而且我们都会去看。那我就请他们来我们节目，就聊聊聊聊聊。那有一阵子就没有看到他们，我就在想，这一群人到哪里去了？你知道，就在网络红，那他们又很碍眼，那他们到底现在在怎么样？哎，正好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台在访问他们，就讲他们的怎么又苦过来，又回到家啊，又实在没钱。但又不，又还是想出来做，你知道吗？还是有理想的，还是有理想。因为讲一遍，这么感性，很感性啊。是哦。后来他们又重组在一起，然后帮一些广告我看过，看过，对对对，拍一些微广告，对，所以这样就可以活下来，对不对？有比较可以活下来，有比较可以找到出路，找到出路。那现在又演一点电影啊，对不对？少女时代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给我们机会了。哎呀，哪里来？苦尽甘来，苦尽甘来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双胞胎呀，这个双胞胎要进入这一行。这个你爸爸会不会很难过？家中好不容易有两个男孩，都要干演艺工作。一开始我爸妈他们比较就是内向，所以他们不会讲，不会讲，他们就是反对，但不会讲。但是我们知道说他们其实是不喜欢的。不喜欢。哎哎，两个人长得一样，为什么一个意外一个不喜欢？可恶，我多爆了！因为我写的是大学时期，就是刚毕业，然后要成立这群人的那个中间的阶段。对啊，我写的是成立之后的哦。对，时间点没错，写错日期了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都接很多工作，所以我也要当领演，然后还要去电影院打工，然后我还电影院打工，电影院打工。放电影，对，就是我不是放电影，我是撕票，然后卖票，哦，后来我们吓一跳，就是专门去抓架，然后把人家撕票了，然后误入歧途了，这样应该赚很多吧？不是验票，验票，吓到我们了。哎，其实你找到了工作，他去，其实人家也不会知道。对啊，你们可以互相 cover 吧？还是会啦，认识我们人，他都知道我们长不一样。对，可是，一般的人是很难的认得出来的。像我看你们两个那么久，我还认不出来谁是谁。真的吗？有那么像吗？我到现在还分不出来。我今天来之前还叫错他们的名字。哦，对，你装作没。我说你是基隆嘛，那衣服很好看啊。我是瑞士。还有，我让他们是一个长得比较呆，一个长得比较奸诈。对，我没有。哎呦，对屁呀！我爱你，为什么？很熟吗？你这是？我们有拍过戏啊，那是第一次见面，我们拍过戏啊。哎，大家都在演艺界都很穷困，好不好？互相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请互相扶持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很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